该名李姓骑士啊，骑乘大型红牌机车啊，自辖区重庆南路由南往北方向至总统府前啊，啊大胆的啊挑国链，且当日啊还下着滂沱大雨啊，那警方调阅监视器后啊，啊证实啊事发时间为111年7月4日啊下午15时许，那经警方判断啊。啊，该行为已涉嫌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啊，啊72条以及43条第1项第1款啊危险驾驶，啊将处以啊新台币6000元至24000元啊不等。